星璀璨之星选拔将在洛杉矶来登场，而今年分为呢模特儿组、美少女组跟演艺组，艺龄超模也将飞来南加亲自担任海选的评审。想成为明日之星吗？赶快上网报名参加。星芒耀眼，亮丽抢眼，想要走在舞台上成为焦点，现在可以实现体验。台湾艺龄璀璨之星选拔今年声势更是高涨，海外海选长征来到美国洛杉矶。今年的6月21号，艺龄将会在 LA 举办海选，展现自我，心梦成真，你的希望就从报名开始。艺龄独具慧眼，将列选最有潜力之星秀，分为超模组、美少女组以及演艺组，各组冠军将得到$1000奖金，还直接跻身晋级，进入台湾区复赛，有机会和超级名模同台较劲。年轻不要留白，蓄势待发的你就上旺部落来报名，站上舞台，让大家看到你这闪亮的一颗星。报名请上旺部落 wangblogger.com， 报名请上旺部落 wangblogger.com。华人演艺界年度选拔最大盛事，2015璀璨之星总动员。在今年除了台湾选区之外，我们特别加了北美的选区，让更多属于这个圈子，然后喜欢参与演艺圈的这些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。台湾艺龄璀璨之星洛杉矶海选由中旺电视主办，中天电视协办，开拓一个最好的管道，让年轻人展现自我。它会让你的眼影变干净，它会让你的眼睛变深邃。中旺新闻严选特级自我集训，让你化妆得体，懂得台步礼仪。好，老师走一遍，膝盖盖住膝盖，轻松抓住重点，快速调整到最佳状态。很多人以为不要水肿的话就不要喝水，其实是刚好是相反，你一定要喝足够的水，你的钠才可以排出来。连续5天新闻时段推出系列报道，让人从内到外更美丽。那如果我们穿越调整性把它整个胸型给挺起来的话，腰身就会自然出来，展现自信，展现自我，参加璀璨之星，拥抱新体验。在选美上面所得到的一个自我的了解，是其他的一些场所是没有得到过的。6月8号起，请锁定中旺社区新闻艺龄璀璨之星系列报道。中旺新闻采访报道。